同胞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不了，我打出租。出租啊？那你可得想好了，从机场到市区这条主干道堵也得把你堵死。坐我的车吧，保证50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。50分钟？你确定？嗯，你赶时间啊？这样吧，看在我们是同胞的份上，一口价100美金。100美金？时间就是金钱，超时的话我倒赔您100。车在哪？先付定金。全款，带路吧。大方，跟我走吧。前面好像有人，好像不太对劲。怎么只要遇见你就没好事啊？走。这刘当，你走。值班医生，谁是值班医生？立刻安排 CT， 后脑打击伤，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。我喜欢他。糟了，他凝血功能差，一流血就止不住。再高一点。好了。你怎么买这么大额的意外保险？受益人怎么还写你妈的名字？人有旦夕祸福嘛。桂生，救救他。怎么了？患者头疼，半夜喷血性呕吐，走路不稳。范平凡，你先带他去做个头部 CT。 我好像夹到了什么东西啊。别动，是囊虫。方医生，你手千万稳住了，囊虫壁和基底动脉粘连，大出血的话撒光没命的。